實乜嘢係 smile 微笑表示啊？佢嘅醫學名稱咧，其實係叫做小切口透鏡切除術，係一種激光嘅矯視技術嚟噶。呢一項嘅技術咧，係由德國蔡司研發，採用咧飛鳥激光系統，可以用嚟矯正近視同散光。同埋入面喺嘅過程手術會開一個2mm嘅弧形小切口，形狀就好似我哋微笑咁樣，所以就叫做微笑矯視啦。